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那在上一集里面，我们谈到了在台湾光复以后呢，在这个佛教呢可以说是相当的衰微。那么我们是如何从当时的衰微走到后来的复兴，乃至于现在佛教的蓬勃发展，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啊，那么在上一集您就谈到了这个在光复之后吧，台湾只有非常少数的这个佛教徒是了解真正的佛教的含义啊，而且很有学问的。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到什么时候开始佛教有了复兴的迹象？这是慢慢地来的啊。在应该在民国五十年代，民国五十年代呢，在各大学里边呢，各大专院校里边呢，已经就有佛学社团。最早开始是台大和师大，台大的程序社，师大的中道社，在这个两个，这个是两个名校啊，也可以说台湾最早的两个最高的学府。在光复以后，这个是一个是省立的师范大学师范学院，一个就是国立的台湾大学。那两个学校里边有了佛学社团之后啊，那个其他的学校啊，渐渐也会产生。这是有一位周玄德居士啊来推动的。那周玄德居士本来是个基督徒，接受了佛教以后，他就是佛法这么好的东西，这个很少人去弘扬他，他就是积极的投入，这是一个对青年的活动的投入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个有一位居士是孔德成先生的秘书，叫李炳南，在台中。那么他呢，带动一般呢，这个知识分子，在家居士的知识分子，来学佛，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是两大潮流。然后呢，又加上啊，这个像我的师父，像白胜法师，我的师父叫东初法师啊，那加上英顺法师，那这些大陆来的法师啊，这些老法师们来了台湾呢，有的是办佛学院，有的是办刊物，有的是在传戒。这样子越来越多的本省的人，年轻的人，出家了，出了家以后呢，也读佛学院了，读了佛学院呢，这个知识又有了，因此把佛教的这知识层次啊，提高。这个那另外呢，像这个三十年前呢，也是在五十年代嘛，那佛光山出来了，是，那么慈济功德会也出来了。那么像这些这个佛教的团体，佛教的团体出现以后啊，就把这个佛教的一种历史弱势扭转过来。那么这个最近以来呢，扭转的更快，发展的更快的，那在民国五十年代，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风气并没有开放，并不是多元化的。在民国五十年代，我们这个传教啦，或者是这个弘法呀，办大型的活动还是不许可。如果有大型的活动的话，要层层的申报，这个警察局，这个什么，这个然后到警备总部，然后到内政部，甚至于到行政院，这一级一级的这样子呈报那个大活动啊，大概不容易办得起来。然后呢？但蒋经国先生这个执政的时候，他建议就开放。蒋经国先生时代是，那我呢，在蒋经国先生执政的时代，我就回到台湾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办大型的活动了。在台湾的佛教的大型活动最早开始办的是我，是，我在台南有一场演讲是1500个人听，
那过去这是不可能的，生在当时就是破纪录了。这样子的活动越办越大，越办越大。嗯，佛学的传播也就越来越快。佛学的传播啊，越来越快了。还有呢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出国留学，我也是民国50年代出国留学的。那我出国留学，然后又到美国，去一趟，前后经过的时间呢，大概只有7-8年的时间。那这样子7-8年的时间过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到了60年代，啊，60年代进入要进70年代去，这是这样子的时间呢，我们台湾渐渐就变成多元化、开放性的一个社会。这样子一来呢，佛教徒的人才渐渐的出现了，是，还有佛教本土化，这种这个，又变成比较入根，这个扎根了，扎根了，佛教本土化。这因为像行云法师的弟子，像华严慈济功德会自己本身，这个他自己本省人，那是我的弟子也是一样，都是本省人，很少有外省人呢、啊。那因此呢，在这个台湾呢，佛教就扎根，佛教扎根以后，渐渐地在每一个层次啊，都这个人数就是很快就成长，很快就成长。因此到现在为止呢。基督教、天主教，这个近10来年呢，他们保持一个平衡、平稳。嗯，他们不再蓬勃的，不再蓬勃的成长。那根据呢科学的这个调查啊，佛教的这个人数的成长还是每年正在生长中。那么这个一贯道呢，曾经一段时间成长得很快，对。现在呢，他们呢这个成长和流失。是成正比，他们保持的数量还是差不多，但流失了很多。嗯哼，那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他们保持着在大概60年代的这个数值，它并没有啊很快的成长，但是也没有衰退。快的是，这个没有衰退的原因就是说，他们还在吸收新的人进去，他们也很努力。现在原因就是说，基督教办的事情，佛教也在办。所以佛教徒已经学的基督教在那个在传播这个宗教的这个方法，传播宗教的方法。所以这样子呢，佛教在台湾到目前来讲应该算是相当的蓬勃发展了，应该算是蛮盛的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，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